六姐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这样爱峨眉、这样喜欢峨眉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我的这个不挠问题哦，我真的是困扰了我5年，因为我是生了我的大儿子过后，我的肚腩就开始这样不出来了，然后就是好像松掉这样下垂吧，然后。说到啦，我的那个年龄感，我的年龄才今年才22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遇到同年龄的朋友，我会觉得说，哇，很伤心诶，有时候看到他们身材这样美，结果我这样子，我生了孩子，很伤心啊。但就是我在这个当中，我就是一直在寻找着一个可以让我帮助我修复掉身形的那个产品，结果就这么幸运的让我遇见了这个莫妮卡，遇见了这个峨眉，所以我真的特别爱，因为我真的那个莫妮卡峨眉真的是帮助到我的那个困难问题。